有一个少女都好中意利用社交网络去做一做善事。呢个女仔竟然见到一个连企都企唔稳嘅伤残人士，但系竟然佢视若无睹。哎呀，真系做下善事，人都开心啲。喺 Facebook 揿几多 like 都冇用啦，眼前有人你又唔帮。觉得人哋话虚拟世界全部人都系虚情假意啦，原来系真嘅。俾你 like 个都唔系好 like 啦。世界各地当中有无数的人需要我们的协助，但是我们的眼前亦有人要我们伸出援手，利用一个微笑一个点头亦都可以鼓励他们。大家不如先放下手机，留意一下周边有需要的人，对他们伸出你温暖的双手。